就放水里面去啊，然后掉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哦，他一直在喊，好，再一次，变咸蛋超人，哎，又笑了，讲话不帅。好，要不要看？你到底要不要看啊？咸蛋超人给你看，没有嘛？好，要变了哦，变，哒哒啊，只变一半而已啦，再一次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都好厉害哦，要不要我画出来？要！好，我把小动物画出来，好吗？还叫我的手手你靠过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展开一嘴巴把我撕掉？会不会？生气对不对？开始就怎么样？他就想把这两只老鼠赶出去，抓住要赶出去。下棋的是一个老妹妹，老妹妹都坐不在下棋。下一下。嗯？怎么有个小朋友在看我下棋？他们不管他。嗯？这个小朋友怎么还在看我下棋？不管他。这个小朋友怎么还在看我下棋？还在看我下棋？哎，他就觉得这个小朋友很奇怪哦，不太一样哦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：“哎，小朋友啊，你是不是？”